因为也是第一次，就是跟大家这样面对面的去弹琴嘛，所以真的也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OK。好，这首歌呢，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歌曲，对，我非常的喜欢，那送给大家。那大家会唱的也可以跟着一块来唱哦。总有一天，我又属于。